感谢大家哈、哦。中华裔看到大家来参加，啊，三天啊、要结束啊！大家唔知有啥物心得无？大家先看卖咧，伫遮读三工，甲外口的讲法有共款啊？无共款？无共款嘛吼、哦，所以大家入去来遮上课有价值啦无？我足欢喜，真正真正是大家我拢足有眼光的。啊，今日咱是啊初级班的闭幕啊，我是讲要甲三工来啊，讲师啊所甲恁讲的代志，佮做一个综合啊，准备一些 PowerPoint 予大家来看。啊，来了解啊！事先啊，我家己自我介绍啦，大家拢有这张嘛吼？啊，有这张，咱上尾啊，吼、哦，迄道我的名啦，张文燕嘛吼。哦啊，大家应该第一次见面嘛，啊，第一次见面对我可能我无足清楚吧，啊，所以大家手机提出来，加下张文燕，啊，加两个字就好了，加教授，好、哦、啊，大家上网。去看卖，安尼就会看到我的资料啦。哦，啊，上网去找，大家因为即摆我有少年的吼，大家我拢有诶，即摆拢会啊，手机啊吼。啊，所以，若要搁较了解我诶。要过一个所在找得到，哦，你上网雅那个雅虎加 Google 上张文燕教授都可以找到我啦。要有一个就是四个一，人力银行111四个一，诶，人力银行哦，名人小传记里面啊。找张文燕，遐就搁较清楚。吼、哦，我遐我有写我的格言伫咧，所以搁较清楚。吼、哦，安尼大家就好啊。安尼要了解我的背景啊，我的情形拢足清楚啦。吼、哦，从网络上，电话哦，无要紧，我即款是公开啦吼，因为是安怎讲安怎迄类，嘿，因为实际上咱这是拢透明的嘛，吼、哦，无啥物讲啊机密之类啦，啊，但是我啊，你卡来我都，你爱讲，假讲你是第几？企业第几班的诶同心，吼、哦，安尼我拢足欢迎的吼、哦。啊，咱吃到时间嘛，你看，来来来，看闭幕词，来来来。哦，
而且啦，家己的家己的技术吼，我记一下吼，150918啦，系啦，恁，好啊，这就是家己的技术嘛吼，啊，所以大家安尼就足清楚吼，啊。因为我看迄个，因为咱这种世界性的嘛吼，啊，我看手机啊，都下课那边哎，我这个宣布啦，好不好？哦，看卖啊，当然世界各国的本土台湾人欢迎。因回来啊，来上课啊，我足欢迎的。啊，我有这个承诺啦。那世界各国啊，遐个少年呢，要回来上初级班、高级班结业，我拢送一个吼，私人吼，送一个咱的徽章给伊啦。可以做纪念啦，哦，因为底下啊愿意来接受啊，咱的初级班、高级班，啊，当然初级班啊毕业啊，歹势吼无，高级班吼，甲初级班、高级班拢读完，咱有我有送一个啊，咱的徽章可以做纪念啦。因为足济世界足济个啊，少年个拢转来啊，我伫咱个闭幕式内底啊，我真济出去吼、哦，啊你若要看看吊带子拢我看会到啦吼、哦，啊咱即马所准备的要来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介绍哈。啊，第一就是讲，因为有恁的来参加，咱的希望搁较大，因为咱拢希望啊，来大家来打拼这件代志。哦，啊，这一次。本土台湾人应该爱去做的代志，啊，咱即马咧讲吼，咱的宗旨一定爱知啊，咱的主张开信的时候，拢讲了足清楚。啊，咱的宗旨哪爱予大家知影？这就是咱的宗旨啦。咱一直强调，咱要叫流氓政府啦。有诶，即马美国的律师来甲咱讲，你甲讲流氓的政府，安尼。对因来讲，因实际上应该也不是政府。你哪能讲？讲因是迄个叫做地理当局，是一个美国委托伊来管理的这个当局。以前呢，安尼讲，好，啊，咱不管啦，咱起码就是来说明讲，因为伊啊，拢诶宗旨啦，拢咧顾家己尔啦，伊无要顾咱所有诶啊本土台湾人，啊，咱诶目标诶宗。是啊，就是为百姓设想。啊，实际上，咱这
的宗旨啦。啊，现在突然科批他这回去算到啊，他写春联的时候，他的心里如果要这样来个了解，伊甲咱的宗旨啊是同款呐。啊，咱会得了解讲，伊的思想。咱比较早几啊年，好、哦，这就是要予大家了解，就是你看这。伊的伊只，这就是讲啊 ，one city 啊 ，one family， 就是讲一个城市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他要治理台北市啊，就是以这个观念来治理。啊，咱啊就咪讲，咱的宗旨是啥物？是为百姓设想。所以咱比科比搁较早，啊无啊才换政府，咱啊甲因共款，咱就免换政府啊。啊，所以讲从那个国民党连胜文，伊要来选，啊选到我看台北市都害了了。阿弥陀佛，在真正是啊，咱所讲的是改变成真，哦啊，这就是为百姓设想。了解这以后啦，那么个最爱和大家知影一下吼，这话足重要的，甲台湾是足。有密切关系吼，真爱记这个人啦，吼，这是美国驻的啊国务卿，伊四月初五发表什么？发表讲支持台湾主地啦。主题是什么意思？伊讲 autonomy 就是要予咱主题面顶有人的主题啦。咱想看卖，咱台想看卖，美国讲出来，安尼因一定认为对台湾有。绝对处理的权利，伊唔才敢讲。啊，无伊哪会敢讲？是毋是安尼？咱个想，伊讲的时间点伫什么时阵？咱来想这里、个，四月顶年的七月七号。迄阵啊，台湾发生什么代志？大家想看卖，动动头脑想想看，那个阶段台湾发生什么事？你知道有想到无？太阳花事件了。迄阵啊是安怎？世界各国拢同时站出来呢。啊，台湾有50万人站出来，啊，拢是少年的呢。迄个时阵叫做太阳花事件，大家应该会了解嘛。啊，你讲哪会惊？咱来分析。咱来分析，
伊会惊，我讲，予大家去思考就好。李登辉做总统的时，伊讲要会审，有啊无？啊，有会审啊无？无嘛，无会审呢？台湾神要伫咧呢？大家唔知知无？知会举手看卖？哦，安尼还不错吼，大家要知讲台湾神还在。神主持什么人？啊？林振哲啦。伊拄啊，甲我同事，我甲同事过。他在一个私立大学当董事，啊，我也在私立大学当董事。遐歹运，甲我同事。啊，这就是什么情形？伊是政务委员，啊，去兼台湾省政府的主席啦，省长就对啦。你讲哪会讲袂使哩？大家唔知有，佮用头脑去想看卖哩。嗯，啊，但台湾这地就是美国的啊，伊唔照遐大嘅权力讲袂使哩。啊，咱过来想，阿扁啊做总统的时，伊讲要创啥物？参加联合国对无？啊，去予联合国退件呢？人拢无甲开呢？啊，要参加联合国，爱有四个条件，大家应该知影嘛吼？爱有土地嘛，爱有人民嘛，爱有政府甲外交权嘛。啊！伊家家己，家联合国，联合国甲推荐，拢连开也无甲开。有土地无？大家去想看卖。吼、哦！伊要用台湾共和国啦。啊，这个国家有没有土地？吼、哦，这地。第二，有人民无？有啊无？哈？大家提身份证提来看卖咧，恁的身份证拢啥物？拢中华民国的公民啊，国民。哎呀，恁大家也唔是公民呢。哎，要是国民呢？呢，迄阵啊，敢讲二十岁以上都啥公民啊？对不？啊，那拢无要发一张公民身份证给我们？安尼你看，你就知影，这拢是问题嘛？哦，啊，无那正常一个国家，伊都敢咱教。超过20岁以上就是什么公民啊？为什么没有发一张公民身份证给你，只发国民？啊，大家去想啊，哦，大家去想啊。过来，阿扁也讲，啊那安呢？联合国唔插我啊，我来公道。叫做注解注明，讲到底这些人来注解，注解就是来投票了。啊，美国讲啥？讲你是麻烦制造者，伊讲 trouble maker， 你是麻烦制造者，有安尼啊无？哎，安尼个情况嘛，啊，到底
台湾是什么人的？喏，啊，你读了足好，啊，足清楚啊，现在大家足清楚啊嘛吼。啊，那无来上课，那知讲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啊，是美国占领，是不是安尼？所以大家读这几天有这个收获啦，真正。来这里读的跟外面说的都不一样，现在要再跟大家说，一个政府跟我们说四月七日是什么？大家想看看，四月七日是什么？愚人节，那一个政府在跟我们讲，迄天所发生的代志啊，拢是咧骗人的，啊是规定拢咧骗人。伊但是伊拢无要讲清楚，互咱去了解啦。伊干来甲你讲哦，那一天啊发布的啊不算啦，那都是骗人的啦。是那因为他是四月一号愚人节。啊！大家上课了后，有去想到问题啊无？四月一号是啥物？大家动动脑是什么？是1945年日本因为按照国际法的啊办法。把台湾原来殖民地变为啊永久不可分割的领土的那一天开始啊，所以他说那一天啊是骗人的啦，安尼大家唔知清楚不？拢有用意呢，啊，拢有这个。计谋呢？啊，把你骗了后，才讲啥？10月25号是什么节？光复节啦！你大概10月25号是什么日？大家去动脑筋想想看是什么？是美国啊，就是啊，麦克阿帅第一号命令叫蒋中正派人来接收日本的。后面的礼堂里面挂满了4个国旗，这张应该蒋思龙有给大家看过，有啊无？啊？无歹紧，咱确定啊，才给大家看。伊迄个办接收签名接收的时候啦，后边挂4名啥国旗啦。什么四面？苏联的啦，美国的啦，英国的啦，还有一个讲中华民国的啦。后边挂4面国旗，那个牌楼啊，当然，伊阿面顶写啊光复节。事实上，那个牌楼啊，写的是什么？是。门禁接收的牌楼牌子那下底下，啊，因起码要硬凹，叫做啥？光复节啦！啊，这开始在骗人呢。啊，你看，伊甲你骗4月1号，啊，过来甲你骗啥？
讲光复节，起码马英九要落台，讲要大庆祝啦，讲要大庆祝，这个光复节讲要大庆祝，这种吼，你伪造吼事实啦，伪造这个历史，因为他没当时没有住在台湾有600万人全部移民，全部当时候了，跟麦克尔帅讲说，啊，把日本的这些人民全部都移走，啊，他们进来。那个麦克尔帅第一号命令啊，蒋中正去接收，一个是越南，也是他接收的。为什么越南没有被占领？胡志明很聪明，胡志明啊，他很聪明，他知道这些国际法，他就跟法国讲，他因为跟法国以前是啊法国的殖民地啦，越南啦，跟法国讲，跟蒋中正讲，叫他按照国际法占领60天啊，等于6个月了，6个月内了，一定要成立民政府啊，他们占领要撤退啊，跟法国跟蒋中正讲啊，蒋中正他也要答应法国的利益交换，他们就撤退。所以胡志明现在会成为啊越南的国父，就是这样的。当时候是这样。事实上，蒋中正接受命令是来接收越南，也包含在里面，台湾也在里面。啊，现在要硬凹。故意制造说光复节，光复了很多实际上的例子。如果今天回去，你们还可以看到《自由时报》的社论，《自由时报的》的啊一篇的报道了，一篇的报道啊，那他说。台湾人自己来啊光复，不要流亡政府来光复，不可能嘛。他就大家回去呀、啊、看看啊啊，因为我们为什么停在这个地方讲这么多的事情给大家知道，就是说事实上美国等于台湾就是他二次世界大战打下来的战利品啊，啊我只叫你们来管，到时候你们回不去中国了啊，你们就暂住了，好了，暂住好了，就又发生韩战爆发，所以说那这样好了，台湾给你们来处理。实质上在旧金山和平条约就写得很清楚，台湾真实的地位啊，就是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
就很清楚的，台湾就是啊，日本天皇所有，他日本还有剩余的主权啊，因为怕这些年轻人啊，太阳花这一群的年轻人啊，喊出来说我们自己来自决。大家，因为为什么？如果要自决的话，就是自己去投票。这块土地的不是你们，你们怎么可以投票？这样清楚吗？这块土地，好像我们秘书长常常讲说，大家如果住在国宾，住了五六十年，我们住在国宾饭店哦，住五六十年，我们起来说，我们来决定投票，国宾就是我们的，可以吗？绝对不可以的嘛！啊，所以他也担心呐、啊，他担心这样，担心怎么样？年轻人联合起来说来投票来助决，所以赶快丢出来说要给台湾助，这个叫什么叫做罕见？从来没有的哦，喊出来要给台湾自治，就是告诉这些年轻人，台湾只有自治，你们没有土地，按照国际法啊，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和平去解决给你们自治啊。这个自治是什么？上面有人呢，上面有人的自治呢，类似加拿大一样，跟纽西兰、澳洲一样，他们是尊敬什么啊？英国女皇啊，我们要尊敬什么？尊敬住在这边的人呢、啊？来看看这个，这边是什么？日本皇宫嘛，住在里面的人。我们去日本已经四年了，今年再去五年了。12月20号到12月24号，我们都组团100多位的童星啊，拿这个旗帜进到日本天皇，拿这个旗帜进到日本天皇。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啊，因为要进日本天皇的皇宫，要经过二重桥，前面啊有两个哨站。第一个，我们第一次去是拿这样去，他说：“哎，这个旗帜不行啊，只有这一支才可以进去的。”第一个哨站告诉我们不行。啊，我们跟他抗议，我们是台湾民政府了，我们是日本天皇的臣民，要来看我们的天皇，你们去跟皇宫宫内厅去讲啊。他们去打电话进去，回来说这支旗帜可以进去了。从此打破在日本天皇皇宫有两支旗帜同时在皇宫挥舞，四年来都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什么事实？
个跟什么一样？我们发行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到美国通行，大家有没有？有的拿出来看一看。哦，哦，有办啊，哈，那个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哦，这个就是说要告知你的好朋友跟你的亲戚，如果台湾民政府这个旗帜能够进到日本皇宫，那我们这个单位就是日本所承认的啊，其他的都不要讲了，从来没有啊这么大的团体100多个去啊日本皇宫，因为我们去了4年以后，日本已经完全清楚，大家去要有一个要有一个灵感的眼光啊！你们现在多注意，在看电视的时候啦，日本厂商的广告越来越多，有注意到的举手一下，好，对不对？日本的产品在电视上的广告越来越多，是什么原因？商人最清楚，以后台湾就是我们国家了，自己的国家，当然我在那边花钱广告，这是我的市场。商人最精了，最清楚了，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有些事要多注意。好、哦、啊，这个就是他赶快出来喊一喊，那就不会有公投了。我说我们来决定大家来独立。不可能、哦、这个因为美国也讲过独立就跟他战争一样、哦、越来、哦、越精彩了。啊，金普聪啊，金普聪是马英九的爱将，派他到驻美国驻2年，去美国搞清楚了，回来了，刚刚回国了，跟马英九提出大船离港论啊、大家想想看，大家动动脑筋看看，好朋友一回来跟马英九怎么讲，说大船离港了啦、啊、你们想想看什么叫做大船离港。以前我当小孩子的时候都听到大船入港，因为美国的船比较大，它有美元美元、啊、在五年份米粉来了，
大家很高兴，小孩子的时候啊，现在他的好朋友爱将金普通跟他讲说大船离港啊，要去什么所在你知道吗？啊，平潭岛啦，跟上课刚没提到，有吗？哦，这就是准备好了啦。美国吼，美国做代志吼，真的是长远的，他不会，他不希望中国乱，也不希望台湾乱。他告诉我们说，和平怎么转移了啊？不要乱，怎么？那不要乱，只有怎么样？安排给他们可以去的地方嘛。你愿意留在台湾就留在台湾，不愿意留在台湾，你们就到平潭岛去。平潭为什么？台币可以用。啊，台湾所有的专业人士的证照都可以用。你是律师哦，你到平潭也可以用啊。你是医生、中医师啊，也可以用。医师什么都可以，台湾考过的证照都可以了。那个，这个就是要给不愿意留在台湾的一些人的安身立命的地方了。为什么这样讲？中共也怕啊。台湾改变以后，他们有时候就不愿意留在台湾，就乱跑了嘛。有的去跑去甘肃啦，有的跑去桂林啦，有的跑去黑龙江啦、哈尔滨啦，啊，有的去跑去啊。那个河北、河南乱跑，差不多啊，两啊，就是20万人、30万人，或是说200万人，到处都乱跑，因为他在台湾已经有70年的民主教育，到那边去都在搞革命的话，那。中共会不会乱？美国也不希望中国乱啊，所以说平潭岛了，好，现在规划平潭岛给他们去做什么？后路嘛。啊，平潭岛是不是来这边上课才听到的？在外面也都不知道，事实上已经啊有定期航班在开了呢。台中港直航平潭，台北港直航平潭啊，这个都是事实啊。很多的人都很清楚了啊，这个也是事实啊，也不是我乱造哈啊，这个都有啊，时间啊、人物、地点都有了。好，再来，当然，中共最会玩这些花样，他跟马英九在配合了。马英九说光复台湾，光复了啊，大家都是同胞。事实上啊，以我为例啦，我当时叫我父亲叫
桌上，我桌上叫我妈妈叫卡酱，有的时候卡桑卡酱叫我妈妈，她叫我说，她叫我说呼妙呼妙啊，我是什么人？当时是父母亲日本人嘛，日本台湾人嘛，啊，日本台湾人生下来的小孩子，流亡政府一来说我是中国人，这样没有给我同意耶，他说我是中国人，真正我是不是中国人？我一个好朋友，我的学长杨教授，杨教授跟我说我背祖了，违背我的祖先了啊！我听了这个话，当然也啊，你讲是你的啊，我要去查证啊。我回去哈，现在的祖坟都 Q 金啊，大家知道嘛哈 ？Q 金哈，都骨灰坛放在骨灰坛，放在那个等于是进塔了啦。我去看我的祖先啊，只有看到两个骨灰坛写的唐三祖，只有两个哦，写唐三祖，没有找到唐三妈，那我到底是什么人？这样同情大家清楚吗？只有我如果是中国人，一定是两个，有唐三祖也有唐三妈，我才是中国人嘛。洪金安啊，来的可能迄阵啊，十几个来的，干那两个写唐三祖，没有唐三妈。那这样的话啦，到底我是什么人？林玛丽，马街医院的林玛丽，大家知道吗？哈，做 DNA 的介绍啊，做 DNA 的介绍里面啊，发现我们本土台湾人85%都是平埔族的，那是什么现象？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以前一般所说的登山过台湾，拢是遐罗汉卡来台湾工作，就留下来入赘啦。入赘大家知道吗？红鸠啦。那红鸠，所以只有什么唐三祖都没有找到唐三妈呢？那我是什么人？我当然是平埔族的血裔，起码每个人去检查 DNA 85%都是平埔族的后裔。马开医院林玛丽做 DNA 研究，在世界期刊发表。母舅做大位，母舅坐大位的人，在这些人是不是母舅坐大位的？那是牙臭的。
安尼拢是平埔族的嘛。迄、那个沿海一带啊，中国沿海一带啊，根本没有这种习惯呐。去问一问，没有啦。啊，为什么会蘑菇提大位？那个时代是母系社会啊的平埔族的是母系社会啊，罗汉卡为登山过台湾来家谋生啊，就入赘啊，入赘那是母系社会母就最大。那个流亡政府啊，没有把这个习惯改过。历史可以跟你乱改，这种习惯啊，他没有跟你变。他现在要讲他的语言，叫你挂牌，不要讲日本话，因为当时有的人都会，父母亲都讲日语。小孩子也会讲啊，现在来接收的时候啊，要硬要叫你学华文，所以挂牌啊，讲日本来的时候啊，也没有把闽南话毁掉啊，啊，他来的话就要把这个闽南话毁掉。几乎在台北市了、啊，最近才有一点啊。你到便利商店去，你用啊南部的语言去买东西的话啦，他有时候听不懂哎。那些年轻的，你用闽南话去跟他讲，他听不懂哎。事实上是这样啊，我也试过几次啊。南部比较不可能啊，因为南部的找工作的时候啦、啊，老板都先问会不会闽南话，你说可以才录用，不会闽南话的话啦、啊，他还怎么样，还麻烦呢。南部几乎大部分都现在都在讲闽南话。好，这个就是有的要来跟我们啊改变历史，改变习惯，但是这个蘑菇解大为这个习惯啊，他们不清楚了，所以没有把你改掉，现在还流传。结婚以后啊，那个母舅的要去做大位，这个习惯还我们还在保存。这个都是什么，我们可以讲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平埔族的习惯。平埔族那谈到这边呢、啊，我们主要中共他从联合国下手，就玩阴的啦，玩阴的说他们有权利收回，依照国际法，他跟马英九连在一起说开罗宣言，说开罗宣言，他们那边的、哦、我最近听到说毛泽东也有参加了开罗宣言啊，他们说毛泽东也有参加啊。开罗宣言跟波茨坦啊宣言，这个宣言是什么？只是报纸上的公告而已啊，他是不是契约法律？根本不是，只是宣言啊，
根本不出法力。台湾法学院跟相关的凡是政治学院、法学院或公共事务学院，根本没有开旧金山和平条约。为什么？条约很重要啊，对啊，有的法律系的、政治系的，对一个国家的啊条约上，唯独不要给台湾人民了解旧金山和平条约。所以大家要对旧金山和平条约一定要回去好好的去看去了解啊，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台湾的定位都写得很清楚。他就跟马英九联合在一起，他们说可以了，可以收回啊。事实上他这个就是用什么方式，我举简单的例子，联合国现在有190几个国家呢啊，等于去买票了。怎么买票？他跟那个小国，非洲的小国啦，中美洲的这些小国啦，说你们同意我可以收回台湾，那我中国就可以在你们国家盖一个机场给你们，盖一条或盖一条高速公路给你们，或盖一条高速铁路给你们。小朋友的国家他愿意不愿意？他一定盖同一票，当然愿意啊。台湾跟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啊，就是这个叫做玩什么生意没啦。这个中国很会玩的。现在啊我们很现在目前的政治人物啊，有的人常常会怎么样生病，那些都是怎么样被人家阴华魔华。很多政治人物，大家去看看政治人物，阿扁被关的时候说有红蚂蚁跑进去啊，很多了。有的政治人物说忽然会冷了，这个都是这个就是有些啦，中国人最会玩这一套。所以他这个标题是用玩阴的啊，这个报道出来，这标题都不是我下的哦，是人家报道出来，我就引用来这边跟大家介绍啊。希拉蕊当然那时候当国务卿的时候，他也说明得很清楚。我们这个我常常讲，
中国是一个大水池，比喻哈，中国是一个大的水池，水池啦，大水池啦。啊，台湾是一个小水池啦。啊，那下骹讲啊，甲拍通过，会变安怎？大家去思考就好。大水池是毋是较深、较大？小水池一般较浅，水较少。下骹若甲创一支管，甲拍通过，啊，着水着直直淹去啥？大溪池遐去啊！所以马英九执政，这个观念搞不清楚了，这个观念搞不清楚，啊，就奖励啦，哦，叫做西进啦，到西边去发展，这个都完全错误。啊，问他们对外讲说是怎么样？我们要啊，要国际化。哦，我们要，他只国际化只对中国啊，叫做国际化，这样是不对的。好，哦，啊，这个也给大家知道啊，这里面呢，啊，那个希拉蕊哈，哦，大家可以上网去找，希拉蕊有发表一篇，说二十年后。20年后，中国会衰弱，中国会衰弱。他有一篇，他有那一篇写得很好，他也有很多的数据。第一个会衰弱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中国高官的亲属。儿子啦，亲属、亲戚，90%都在办移民。高官啊，第二个，现在中国这些富有的亲属、儿子。亲戚80%都在办移民，这个国家有钱势的人捞到了钱了，办移民啊，有高官的也是在办移民，这个跟我们早期呀，啊，流亡政府来台北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嘛，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留下来，都送国外，那这个都是依照希拉蕊的报道，还有很多了啊，我只提供这两点啊，大家可以去看网站去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安倍晋三。日本的回锅，回锅，大家晓得回锅吗？哈，做第二次的首相，原来首相做过了，现在回来再做第二次的首相，叫做回锅。他为了要实现他的理想。美国也一直协助他，因为当时
美国有问我们秘书长说，日本的政坛里面你们对哪一个比较认识？我们当时候介绍两个，这个是一个他比较年轻啊，还有一个比较年纪大，那是东京都市，那年轻比较大，石原慎太郎。所以我们告诉他安倍，美国支持安倍，安倍选上了，再支持他把日本的经济搞好。美国怎么支持他？一般美国要支持你一个国家，重要就是说会帮助你的国内的经济好转啊。国内的经济好转有什么方法？日本一直贬值呢，日币啊一直贬值，大家知道吗？哦，一直贬值，一直贬值。为什么他要贬值？大家想想看哦，我们台币有没有美国叫我们一直升值？有没有？大家想想看，我们曾经有25块换一块美元的，大家不太知道，不知道？知道哈？那个是要我们不要出口了，叫我们去买一些东西进来了啊。当时美国就要求台湾一直要升值，一直跟你压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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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也一直升值啊。啊，升值以后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跟人家竞争啊。啊，那他现在一直早期美国也要求日本升值啊，日本一升值，他们钱大，他们的钱就去到美国去投资买东西啊。后来日本经济，国内经济状况不好了，那美国也没有干预他，就给安倍说，安倍有三支箭啊，第一支箭、第二支箭、第三支箭，都是在啊。现在啦，他解散了，为了这个自卫权呐，把众议院以前90%差不多啊，80%的都反对，不愿意啊，那个啊，废弃这个自卫权。他的讲法，美国来跟我们保护就好了啊，我们啊就是也不要向外打仗，人家有来打我们，我们才自卫就好了。当时候他们是这样，由美国来保护就可以了啊，所以他们众议院都不愿意反对，不愿意改，把这个自卫权改掉解禁。他说这样不行啊，解散国会。他也很胆量呢，国会解散，重新选，重新选了以后90%都支持
所以众议院通过了，前天参议院也通过了，所以完成。那么美国的要求了，也美国的希望，因为叫他也要来花一点钱来保护啊南太平洋，就是等于是啊类似啦，那安保条约包括台湾海啊台湾澎湖跟南海都是它的保护的范围，台湾都包含在内啊。为什么安保条约，大家去想哈，这个都是为什么安保条约它包含台湾、日本跟南海，台湾、澎湖、南海都包括在安保条约之内，为什么澎湖、马祖没有？去想就很清楚了，马祖、澎湖没有，不在安保。马祖、金门是中国的啊，马祖、金门是中国的哦，那个要都搞清楚哈、哦。现在住在金门、马祖的，拿身份证住在金门、马祖身份证的，要去美国办签证啊，叫他写中国，这样大家知道吗？所以金门人有的不想待，赶快迁户口迁到台湾来，也有这样，因为住在那边的人他是中国人，在美国的规划上是这样的。因为谈到他啊，我们还要啊了解啊，在这边集体自卫权啊解禁以后，台湾如果遭受攻击，日可出兵相救啊，事实上就是他的嘛。好，我们再先看这个啊，在报纸上公报道出来有看到的举手一下，我只有一个，大家也都不太关心嘛、哦、这是什么？国防部是原来在哪里啊？在总统府的后面，总统府正面是总统府，后面是国防部啊，当时是在保护总统的啊，他搬到哪里啊？搬到大直了啊，这个迹象大家用想的也知道，金溥聪回来
说大船离港了，啊，一直都显现出来嘛，是不是？啊，国防部也搬家了，这个很重要，这个报道很重要，因为出现第二次。罗氏今年2月6号发表的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年，事实上一个政治人物啊都要留一笔在历史上啊，这个总统有没有什么表现？奥巴马他在历史上已经有他的定位了，他是黑人的第一任美国总统，他也想在历史再有一个重要的定位，刚好二战7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70年，他的心目中也希望在这70年，明年美国就要大选了，他也要再做一个对东南亚有所贡献的，就是如果按照他们的规划，今年年底了，应当会有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他讲的嘛，啊，这个如果没有重大的变化，那奥巴马可能又留名，可能就机会就流失了，以后再换总统的话就麻烦了。但是我们会不会发现这样，事实上他们都有这个脉络可循了。奥巴马有没有去见天皇？对不对？事实上他去见天皇可能都已经跟天皇讲好了，台湾我要给你们啊，天皇一定说很好啊，但是要给我们多少钱？对呀，琉球啊，琉球是不是美军占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交给谁？日本，有没有由日本付钱给美国？而现在奥巴马去见天王，
说这样好了，台湾再给你们，因为琉球已经给你们嘛，台湾再给你们。啊，天皇说我现在啊好像比较经济上啊没有办法真正做主嘛，那我们安倍过去好了。安倍有没有去美国？有没有？第一位日本首相在美国参众议院里面去发表演说，为什么？为什么给他去发表演说？说不定钱都谈好了，这个机密不可以讲。对啊，来啊，第一位哦，日本的首相到美国见了奥巴马以后，又去美国参众议院去演说。大家去想哦，回来以后，哦，跟台湾都有关系。大家再去想，再想一个问题，我们刚开场白里面也有提到，92岁的啊，92岁李登辉总统，他退下来，他退下来的一个总统，年纪这么大了，要到国外去，要不要人家邀请？一定要的嘛。他当时，他因为他70几岁的时候了，要钻那个支架，身体不舒服，要到日本去钻支架。日本不给他进呢，不给他去呢。当时他也很气啊，所以只有日本的医师啊，派到台湾来，他也不能自己钻，在那边指导，在那边看，钻啊心脏的那个支架。啊，你看70几岁啊，那时候是七十几岁，他要去，他因为日本怕什么？中国反对了，中国。啊，90几岁了，又去。最近去完了以后，又93岁了，又去一次。大家去动脑筋了，给大家去动脑筋去想了。我不要先摆下来，哦，这个先摆下来，哦，大家动脑筋，哦，我这个再摆下来，啊，这个给大家看看，哦，回来又接国安秘书长，哎，这个搞半年以后啦，他说要离开了，把孩子太太安排以后，跑到国外去安排以后啊，去跑到国外去处理一些事务以后，现在又回来了，把小孩子都安排在国外安排以后了，现在又回来，回来做什么？回来做资政了，有领钱的资政了。这个是谁？他
被攻击以后，因为太阳花事件啊，行政院用暴力以后啊，被换掉啊，这个行政院院长以后要回台大，台大学生反对了，进不去了，进不去失业呢。当然他父亲还在重病呢，啊，照顾父亲。三月四号马英九召见以后，胡子啊叫他做资政，聘他做资政的第二天出国去美国纽约，他讲的是说啊，去游学啦，啊，去哈佛跟斯坦福大学，啊，事实上去做什么事？去处理我们的事了。大家看时间哈，2015年3月6号。我们第二次告美国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大家可能也有花，也有资料啊，啊，我们是2月28号，我们提告以后告美国，啊，美国法院接到以后，把这告示状又转给外交部。外交部收到看了以后又贴回去盖章说拒收，有没有听过啊？有吗？哦，啊，拒收怎么样？啊，紧张了嘛，啊，紧张一定要赶快派人去啊，我就派他赶快去啊，去请律师了，赶快去找律师，赶快去。什么啊？访问学者，这个东西，公开无重要东西，那个是吧？那个骗的啦，事实上一定有任务的。给他去任职资政，明天叫你去美国。啊，美国要去美国是谁送行的？去谁送行？王卓君啊。为什么他要出去找一个警察头子当保镖，把他给他出境？啊，大家想嘛。大家想啊，为什么？想想看为什么？啊，他王卓君跟他走在一起，走出这个出境室，这个检查的人员说：“江宜桦，你的皮包拿来开一开看好不好？”可以吗？他看到王卓君就敬礼了，他还敢说皮包拿来开开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大家想，大家用脑筋去想，我希望大家都用一点脑筋。今天任职，明天出国，他父亲又在重病，啊，出去，啊，这些十天，
啊，跟我们告德十天，出去以后啦，又找一团回来，找什么一团回来？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啊，大家可能也有一本资料，那边不是有一本资料吗？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2015年3月12号在美国举办一场，在华盛顿 DC 国际记者会啊俱乐部一场演出，这些人。美国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跟这些委员啊，都被把他安排到台湾来，到台湾来，啊，他们来看谁啊？看柯P了，他要了解为什么会。改变成真，他们对柯P很感兴趣，为什么会改变成真？认为国民党的地盘就是啊台北市，为什么台北市会选输掉？因为连战说柯P是黄民啊，大家没有，他不敢再讲下去。我补充了哈，黄民不能来跟我们选台北市首都的市长啦、啊。你是黄民，怎么会来跟我们选台北市的市长呢？黄民不能选啦、啊，这样清楚吗？郝柏村也这样讲啊，黄民怎么可以？那是我补充的了，他不敢喊出来了，他都不敢讲这个是流亡政府的首都啊，说只喊黄民而已啊，叫。流亡政府来的这些人都不要投给黄民了、啊、他不可以当市长了、啊、这个是流亡政府的首都，怎么可以给你们来当市长呢、啊、来这个有趣吧哈，大家想想看，在水里被人家捅一刀，一定会流血嘛？流血出来，鲨鱼就怎么样？闻到了腥味就怎么样？就跑来了嘛？你看 ，M1 啊，149，再来卖器官，这些都是。被捅的啊，他处理的很理想、哦、这些大家都知道。刚刚有跟大家讲，我们现在会在电视上会发现日本厂商一直来做广告，对不对？啊，你看，日本的也来参加我们的什么万安演习，跟台湾没有关系，他为什么要来？啊？
没有看过这个报道。对啊，有吗？啊，他就是来啊，在这边都这些都，啊，你，这个就是他，科批啊，啊，所以事实上，啊，事实上就是这样，所以啊，九月份的大八月底是吧？大台风来，日本也派队来呢，大家知道吗？应当我们也有收集啊，也有收集了。好、哦、啊，这个我们，因为蔡英文他是选的是选中华民国的总统了、啊，啊，如果选了真正。他要真正要去就职，可能要到金门马祖去了。那边是中华民国的嘛，所以到时候可能看国际局势的变化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有看过嘛哈，大家也有拿到嘛哈。嗯，好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好了。啊，美国太平洋司令，台美军事合作的啊，司令部啊，就是台美军事合作的重地啊，司令部哦，太平洋司令部哦，啊是合作的，啊，再看看哈，来看看。美方主动，我6010跟美国25啊战斗航空里结盟。什么叫做结盟？什么叫做结盟？我问大家，什么叫做结盟？合作嘛，哈。好，合作嘛，吼，啊，要听谁的？要听美国的嘛，吼，对呀、啊，啊，所谓结盟，等于是收编呐、啊，哦，啊，这个我也不是我在讲啊，2010就是那很出名的那个阿帕奇。那个一台直升机可以啊，同时打25台那个坦克，啊，来再来看看这一张。这一张是什么？美指挥官交接，我总长出席。啊，照讲，你们交接是你们的事，跟我们管三军的也要出来在这边呢。啊，这个照相。是谁提供的 AIT 啦，普通人照不到嘛。 AIT 是美国驻台单位嘛，他提供的啊，这个也是什么，事实上啊都在印证啊，事实上都在印证什么？都在印证当时美国告诉我们军队他们来负责，叫我们台湾民政府不要处理，军队他们负责，一直我们都显现出来嘛，他们的确
再处理。啊，当然他说警察要我们来处理了。那当然，现在我们训练黑熊啊，当然黑熊可行性怎么样也很难掌握了，说不定这个警察说不定交给日本来处理了。哎，我当时候我的构想是那个时候的想法说，如果警察由我们来处理，我们黑熊里面有两个人，三个是日本派来的自卫队的人参与在里面，那就很好处理啊，因为服装都穿一样的话，那三个都不要讲话啊，一看没有什么差别啊，大家清楚吗？对啊，因为这台湾土地就是日本天皇的啊，那个安倍也见了奥巴马啊，又回来，又碰到了谁？又去见了李登辉。啊，李登辉才讲什么？日本是他的祖国啊，有没有？啊，你们家后边有山，唔才敢讲话。啊，那后边无山，惊都惊到要死啊！个你们叫唔杀手去啊？对不？迄阵啊，讲白头哭啊，白头哭啊，来咧拢门山去半暝都爱为后边选。哦，类似安尼啦吼，哦，大家去思考，我是讲用一个给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啦吼，哦。啊，当然我们时间上的因素啦，很重要的啊，影片要给大家看一下。事实上啊，这个都是要给大家知道的。那我们来看，麻烦我们的同亲啊，来换个影片啊，给大家看一下哈，哦，来看那个平潭岛的事情啊，来。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百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李纳伦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百万呢，
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路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是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好，再下来。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它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我稍微补充一下哈。我本身哈。也是仲裁人，仲裁人大家知道吗？仲裁哈，就是简单的讲，也就是具备有民间法官的资格了。我在差不多4年多前参加，因为是我们 ROC 的仲裁人跟。中共北京的那个经贸的仲裁办一个研讨会，我去参加了。参加结束的时候啦 ，Q&A， 我请问啊，当
参与的是有人民大法官的法官在里面。我跟他讲说，为什么台商在中国打官司都判输？这个是不是这个议题？这个议题很严重嘛？哈，我问这个题目，他怎么讲呢？违背中国政策的都判输。啊，你看，当然我是得到这个答案是违背中国的政策的判输。再来，可能在应当是两年前吧，有一位上海的律师，很杰出的律师，女性啊，她来访问我们，来访问我们，刚好有机会我也问她了同样的问题，她怎么讲你知道吗？她说没有啦，我们有法律还是有法，按法律啊，没有法律的话啦，当然违背中国政策的判输。嗯，印证啊，也印证了哈。最近啊，我去蘑菇坐大位啦，我做蘑菇坐大位。嗯，有我们的亲戚哈、啊。他是美国人，去啊北京投资也蛮大的。我跟他沟通这些，他告诉我说啊，不对不对啊，现在啊他们啊钱拿多的人就会判赢了，钱拿书送书的人就判输了，那这样大家清楚吗？三个情况，时间在演变，说在中国打官司要看送钱多还是送钱多的就赢了，送钱少的就输了。这个是美国人啊，我的亲戚给我的信息是这样的啊，我转告了，所以大家如果有亲戚朋友在中国有赚到了钱，要保命，赶快想办法收一收回来会比较安全一点。这个是给大家，那现在还在麻烦给看啊一个影片哦，就是我们这一张身份证啊，我们有很多同亲都用过啊，也希望大家回去鼓励大家来看啊，我们来看啊，我们黄石娇啊他所用过这一张身份证的情形。让请各人的同亲哦啊，黄石啊叫咱个高将一个，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啊，这拢无到扛来吼。后、哦、来啊，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个使用的过程，好大家了解一下。后、哦、来，大家好，我好做黄石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伊是坐优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未记提身份证给伊，可是回来的时阵，我想起我有身份证，那未记提何用？我才敢来提身份证给伊，迄个通关人员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他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啊，我出入美国这一摆啊，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
安尼才恭敬送互兴我。后来呢，伊给我另外行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哦，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放，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他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者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我感觉足幸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众的这张身份证，啊，好是有足侪人甲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伊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我食到六十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互尊重啦。因为你定在国外出入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足感动，说很感恩议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做备受礼遇。谢谢你们，好，谢谢大家。安尼吼，咱即马个看到灯来吼，咱即马看到灯来，看到灯来，咱即马好看到灯来吼。这张我这张身份证，我去印度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吼，我讲讲叫加持过啦，啊，只要伊我伊望过啦，就加持加持啦，吼，讲加持够。伊讲咱要去啊，甲拜访他们是西藏流亡政府啊，啊，我们去拜访他们呐，啊，他也接见嘛，啊，你讲你哪里来的？我这身份证给你们看，是台湾来的，哦，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啊，所以讲这个在日本机场，我也是用这一张去换回零钱的。啊，这个是事实上啊，所以爱甲大家讲，这个是100%美国制造。要跟大家讲是晶片哦，晶片哦，晶片的身份证哦，因为爱去讲讲哦清楚，哦啊，今仔日啊，足感谢大家来参加，但是要甲大家拜托两件代志。第一，回去敢介绍较少年的啊，靠专业的来受训。搁一点，你的亲戚朋友拢来办身份证，一定有好康的伫后尾，吼、哦、啊，请因赶紧来办，安尼好唔好？感恩啊，咱今日到这结束啊，感谢。